韩团 2NE1 的主唱朴春，因为拥有精湛的唱功以及洋娃娃般的样貌，深受粉丝们的喜爱。不过从他出道至今，就因为忽胖忽瘦的身材以及不断变化的五官，而经常成为网友们热烈讨论的话题。即便粉丝曾帮忙澄清，朴春是因为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才会导致身材变化，而五官改变则是因为妆容以及拍照角度不同，但仍引来不少酸民对他进行恶劣的攻击。日前，朴春透过个人 IG 分享了最新美照，只见他对着镜头露出甜笑，头发虽然有些凌乱，仍无损他的甜美气质。然而，就有网友发现他的上唇珠变得很奇怪，比一般人还要肥厚，看起来就像鸭子嘴一样，纷纷留言惊呼：“这一次又进阶了吗？感觉已经不像是朴春了，和当初的样貌完全不同啊！”